老师好，我今天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入迷？这个 definition 是什么？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外面有很多道场啊，或者是团体讲一些身心灵啊，或者是宗教方面的东西，那也有是一些不好的团体带领大家，好像会有敛财或者是不好的东西产生。那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选择一个好的团体？好，你刚刚讲的入迷就是这样，你不要讲宗教团体啊，一般的人入迷，比如说你今天你看八点档连续剧入迷了，所以家里的饭也不烧或碗也不洗，小孩功课也不看，然后你就天天是好像失去理智的，他到了时间你就什么都可以放下，然后就是在那边欣赏八点档连续剧，这叫做入迷。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办法 control 你自己，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已经全部瓦解了你的任何的作息，或者是你的一种本质或者一种心态，这个就是入迷了。那么现在的一些团体呢，每个团体都有每个团体里面的精英分子，那有一些人的确他在那些团体学到很多东西，这是好事，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为了信教而信教，所以他认为他今天在这个团体里面每天埋在里面的时间越多，他觉得越虔诚，他觉得他越有条件在面对不管是耶稣还是菩萨，他觉得他越有这种本钱来做一些祈祷，就是很多人的心态都不一样。那当你自己的比如说正业没做，该上班的没上班，该把家里管好的没管好，然后你就因为某种的信念诉求把你的生活全部瓦解，然后全部一团乱，那你事实上你本身又没有办法去 control 你自己的时候，这就是入迷的一个 warning sign。 OK， 如果你还继续的乐此不疲，那么在人生里面你就会因此而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那这不光是在宗教里面，在其他我们刚刚讲的看八角连续剧也好，或者是今天你是喝酒或者是吸毒，一旦入迷了都会有所损失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在enjoy什么事，应该都要有自己一个自制的能力。所以就算是进入到一个好的团体也可能会入迷，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乱了，然后说因为它是一个好的团体，所以我家里饭也不烧了，我天天小孩先生或者妻子什么都不管了，然后我就死心塌地的24小时都在这个团体里面。那你能够成人道才可以成佛道，这是佛家讲的，对吧？你在人间的事情都没做好，那你有什么本钱你说你还可以做好其他的事情？所以当你一入迷的时候，就是一团乱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已经在迷中，刚开始的迷可能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可以返回的余地，迷中迷的时候有时候就看不清楚。那怎么能够分辨这个道场或这个组织是有好的目的的呢？因为现在外面这些太多了，就算也很深入以后钱出去你也不知道那个钱是不是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是是，所以这个一般人要怎么分辨呢？也有听说是有高官也有在信某某大师或什么，一般人会说哦，那个人都在这边了，那我也要去这边，所以我们怎么分辨？很难抉择。对呀、啊，这是用智慧还是用什么呢？是，这个跟我们修行里面讲说要把智慧提升也有关系。那么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团体，宗教团体也好，或其他团体也好，都好，你任何一个团体，你在参加这些团体的同时，你等于说自己要有一个自知之明的，就是说你同时在投入之后，你还要有审查自己的一个动作和这个勇气或决心。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今天做好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做好事就做了，但是后面你做好事是愚痴好事呢，还是今天能够有一分可以产生十分的效果，还是你花十分的力气只有一分的力量去帮助社会，那这个等于说你自己要有一个审视的过程。那你审视的过程跟你的智慧中间产生的结论，那是不是属于比较客观，就要看你的精进的程度。所以这一直会在里面呢，它有一个等于步骤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但是人呢又不能够太固执的自己的己见，所以变成说你要一直在客观的条件里
去成就你自己在这个团体里面有意义的事情以外，还要有一个中心的智慧点呢，去把你所做的一切来给你自己打个分数。那我记得老师有讲过说，如果我们跟了一个老师，我们要一个很尊敬的心，那我们也就是不要有一个挑战的心去 challenge 他。那他如果是不好的老师，那怎么办呢？好，就说今天你有权利，对你自己也有义务责任来选择一个好的老师，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有时候毕竟你也想看清楚，一下子可能还看不是那么清楚。那比如说你在宗教里面找一个好的老师，第一个，这个老师所教你的东西跟天地间有没有相违背，跟这些真理是不是可以同时讨论，这是第一点。如果你今天所学的东西在这个道场里面跟外面的这些天地真理之间就是有那么多的矛盾点，那你就要思考是天地真理对呢，还是老师教的对。第二点，这个老师所做的一切对于社会有没有帮助。好，有些宗教团体他可能他的诉求点是不断的盖庙，不断的建道场，或者是建基督教的这些教堂，一间又一间一间又一间的盖了下去之后，那很多的信徒也都是在自己的能力之内就尽力的去做好，但是这些庙盖完之后变成了一个道场是没有错，但是这道场对人间有没有起上作用。那在人间来讲，宗教嘛就是教化世人，对于教化世人来讲有没有起到作用。比如说你今天一个道场盖好，它可能是一个礼拜开放一次或一个月开放一次，那众生的钱用在这个道场里，它的用途最后只有一个礼拜一次，那是不是枉费了当初众生的心和金钱心各方面的力量，那这些东西又跟主事者有关系。所以当你看主事者是不是掏心挖肺，把他所做的一切东西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优先，他无时无刻希望把他所学去教化给世人，而因此让世人不管是生活还是灵命提升，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用意，对吧？还是说他今天鼓励大家都来做好事，然后今天到处行善，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他教你到处行善，并没有教你怎么样让你的生活的价值观或者跟天地真理间走得越来越近，那你又要去想这个东西有没有跟你想学的东西有点背道而驰。因为我们一切在讲的东西，你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不是都希望成长，但是如果他只诉求你只有做好事就对了，那跟你的灵命成长 有的时候有人有错觉啊，他认为说我做好事就是灵命成长，你做好事是在人间现在有空的这个时间心力来讲为你将来谋福田，但对你的灵性的增长可能还有一段路，还不单就是做好事而已。那如果这个道场他只有教你 first chapter， 那后面都没有在讲，那你就要问说那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当你把很多道场的系统看清楚的时候，再来评判说这个老师或者是这个道场是不是你要去追随的。那老师刚才讲到的天地真理，那一般人会说我就不知道宇宙真理是什么了，所以我才来这里学宇宙真理。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有跟宇宙真理相连接？我们在讲宇宙真理讲得太远了，我们在讲天地真理。天地真理，天地真理呢，其实就是很多的真理出于我们中国人的儒家思想里面有很多天地真理，那些孔孟的学说还有我们古人的很多的智慧在很多书籍里面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些真理在一般来讲你可以从书店买到一本书去读，对吧？但是如果今天在这个道场里他所教你的东西不但让你读了，而且让你明了得很深入，而且还让你活用在生活，那让你和书之间这些道理借由道场真正的落实在人间，那么你所学的东西就是跟天地间他所期盼你要了解吸收的东西是走在同一个步骤。但如果你是会朗朗上口，但是并没有落实在你的生活中，但是你花了大部分的时间要么在谈论真理，要么是把别人慢慢的散到真理中间的精华点，但是在你自己人生里面并没有印证，那这个就可能又有一点点落空。所以如果一个道场的主事者他能够鼓励你把很多的真理不但要读到相信而且要落实，
然后还产生结论，在教化其他的世人，那这个团体这样的主持者就是可贵的伟大的。那据我所知，比如说像佛教里面的净空法师，他就是到处在宣讲经教，他要他的子民，要他的信徒，就是要落实所有的这些道理在生活里面，要照他说话所讲，要真干。好，真干意思就是你不要只听而已，落实完之后还要看到你生命生活里面产生的结果，这种成长蜕变呢，真正看到这种喜悦跟人家分享，这个才是一个团体或者主事者呢他应该有的态度跟作为。所以当你要判断你所信的信仰里面究竟可贵与否，应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再回来看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让你看到进步何在，那这很重要。就好像有些人他说我一辈子就在某一个宫庙奉献，但是他一辈子几十年在那里，第三者看到他的德性还是属于有待加强的，那这个对这个人这一辈子来讲损失无数的时光。那今天主事者，也就是说这个团体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主导者也好，这样子这个信徒他所浪费的时间精力，就有可能你和他之间产生这样的因缘，你浪费了他的人生，那来世可能你跟他之间又有某种的因果，是不是？所以我们听起来很多事情是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在天地间打算盘里面其实他打得很准确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团体里面大家都是只讲比如说拿着香拜拜，或者说做一些法事，像在台湾有很多法事，哇，做得非常热络，但他对于天地真理丝毫没有去了解或证实印证在生活中的，这个就很可惜了。因为宗教当初他所颁布在人间是希望借由宗教去教化世人真理何在，但是如果你只是迷于这里面的过程和仪式，但是并没有踏取到这个真理的实际面帮助你的生活，那这有时候就本末倒置。那如果一个人被误导了，然后可能做了捐钱啊或这些的仪式，那你在被误导的情况之下，那这有没有功德呢？你的出发心如果是不为任何事而求，你只希望为众生好，然后你捐钱出力出时间，功德自在人心，这个天地间他自会看你的出发心与否来定夺这里面的功德与否。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出发心是为何而做，为何而这样子的努力，那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前提，那这个前提一下去之后就跟商业利益像这个类似这种性质了，因为这个东西会让我赚钱，所以我愿意花时间精力去经营这件事情，后面达到我想要的结果，那这个跟你真心无所求的善良的心希望众生好就是两码子事。那那样子的出钱出力，有目的的出钱出力，有没有功德？有功德。那问题是那个功德跟你真心无所求一心就是善良的希望人间变好的这种做法，这个中间的功德中间差的还蛮多的。老师，我也真的觉得那个要印证是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在老师这里学到的东西，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深的感觉，是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生活一直在进步。是，然后我的心灵上面我觉得一直有在调整，是我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是，我经常就在说，我说这个过去我所看到的那么多宗教或者团体我所接触过的，大部分人之所以会去都是因为他的魅力或他的传说，或者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人因为听了这其中陶醉了，所以想要去也希望分杯羹。但是因为这个心而去呢，有时候呢就会产生错觉，他希望自己呢能够也跟别人一样得到某种的好处，一旦进去的时候他就忘记要把很多事情呢去做一种客观的评判，所以一下子投入不代表真的如同别人的情况有这样子的一个收获。所以我经常在讲呢，你进入到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我不奢求你要相信与否，但是我只用我最诚挚的心邀请你来做实验，是不是真如同我们所说，今天你在印证了天地真理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的生活的境界开始提升开始转变，你所得所获
真的就是门前跟门后是判若两人。这是我觉得在一个负责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这样鼓励所有的世人来做一个客观的一个严格的审判吧，而不是说我让你道听途说，别人好，这个张三好李四好，那你就赶快进来你也会好。我们虽然知道在这个样子一个 program 后面它的确会让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提升的境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用最公平的原则邀请你进来实际的练习感受，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进步。我想这样子才会是得到一个真的结论，而不是说今天看到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大家都进步了，然后你自己好像没进步也觉得进步了，那不行。我们希望一切都是靠真本事。我觉得修行或者是身心灵的这些课程，我觉得真的是要把我们学的东西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而不是一味的投入一个团体，然后跟随着大家做仪式啊，或者是各种活动或者什么，好像把中间的本意给扭曲了。我觉得真的是要实修，因为在实修的过程中你就会看到进步，但进步里面是一分还是两分还是一百分，那自己在这样子不断的步骤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会觉得哇哦，看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成长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啊，信心里面产生的所谓的这个信愿行嘛，中间的力量啊各方面都会让你越来越笃定的落实更多的真理，那这样对人生来讲会变成一个善性循环。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如果人人可以如此，那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光明的有希望的，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咯。谢谢老师，谢谢大家。